今天在这里 audition， 这就是我们到时候将来拍摄的时候，这个酒吧也在这个地方，这是一个 downtown 这边的一个酒吧，可以去看一下。现在我们没有 can 哦，哎呀，挺亮的，所以这里拍摄应该很方便。今天的 audition 就结束了，然后就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看，这边都是涂鸦。今天见了大概七八个吧，七到可能啊，我忘了数字，我待会看。明天更多，明天更多。我们第二天的 audition 的话，一共来了二十一二个演员吧，那所以见了不少，然后基本上就是差不多找到我们该找的演员，然后还中间插了好几个，最后前后都插了几个演员进来，因为之前就想今天把它都看完嘛。这次选角还是挺有效率的，然后也是找到不错，然后我们会在下周 call back， 会最后确定，谢谢大家关注，拜拜。